宝宝们晚上好，现在其实我也是一个下班的状态，你看我今天穿的非常的清凉。那现在不是有很多宝宝都在家里面，有一些宝宝在家里面隔离呀什么的，晚上还可以在这个网上跟大家一起云 party。 所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妆，现在这一个是一个上班妆，你有看到吗？其实我已经有一点那种清凉的颜色，那种清凉的感觉。可是晚上不管你是真的出去 party 还是真的你在网上 party， 你需要加一点东西让你看上去就是很彩、很薄荷、很清凉，在这个夏季。所以现在今天我会用到这种绿色，你看到我有两盒眼影，今天你看看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艳不艳，够不够金？那现在我们就用它稍微的在现在有的这个妆上面加一点点东西，我用到手指头，你看到吗？然后你直接就这样在中间这一坨，不要搞太猛了啊，有看到绿吗？哇塞，好薄荷呀，有没有感觉到透心凉的感觉？就夏天的时候确实是要让自己感觉到很清爽，要不然就是很闷很热很燥，所以我觉得有薄荷在旁边，就像我们喜欢吃猪猪糖，然后让口气清新，其实妆感也需要。那这一个呢我们会用来做眼线，因为它的颜色就是很艳，这时候你需要一个工具，一个眉笔啊。但是我一般呢都不用它来画眉毛，我会用它来掸一掸啊，掸一掸，要不然飞到你脸上。我会用它来画眼线，也是在中间这里开始，这里会让你的眼睛看上去有一点点大，不需要那么细哦，你看到吗？有没有看到有一点变化？然后你看睁开眼睛是不是这只眼睛稍微变大一点，就这种微妙的变化一定要注意哈。我喜欢这感觉，怎么样？配上我这抹绿，看见没有？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亮色，看到这个亮色吗？这个真的是有点薄荷的，然后也是用这个手指头两只蘸一蘸，还是在我刚才说的这个位置，你有看到这个颜色是亮的吗？看到吗？还是在这个位置给它点，重点就是在这里啊，是不是很棒？哦，好喜欢这个颜色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想更有特色的话，在眼尾还是用这块颜色啊，在眼尾加一点点，在这里拉长一点。只是眼尾啊，彩妆这个东西吧，有时候一大片就很丑，但是如果你很会分段，比如说今天你正好看到丁姐的视频，你想象一下这片绿如果从这里到这里，你会看到一片青草地，青山绿水的感觉，也不是不好，但是就是太多了，没有彩妆的那种节奏、空气感，什么都没有，不好看。好，下面也是在它的正下方，我们用这一个艳绿色，这个不要再都是眼尾啊，这样会把你的眼睛加大一点点，有没有看到眼睛莫名其妙的被放大？有没有看到？看到吗？然后这个时候你需要一点点绿色在这个眼头这里一丢丢，眼尾这里要放开啊，不要着急啊，你可以用假睫毛，比如说你看这个假睫毛在这里代替，不要画一条什么黑色的眼线啊什么的。你看我今天我完全没有黑色的眼线哦，完全没有，你可以看看上上下下都没有，假睫毛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。 OK， 然后你在眼头需要一丢丢什么呢？亮色，也可以用这个薄荷绿，在这里来一点。哇塞，我好喜欢，我就感觉我好喜欢。精神吗？是不是今天晚上如果大家一起在一个屏幕里面，你知道你怎么抢戏？哎，这么多人在一起，然后你就这么大点，你说你能干什么？所以这个绿色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学会化彩妆取悦自己。为什么不呢？千万不要老是说哦，我 hold 不住这个，没有什么 hold 不住的。好，现在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了，然后现在需要的一个什么呢？就是提亮。好，然后呢我们会有这样的提亮的东西，你看有一个香槟色吗？这是一个香槟色，看到吗？另外一边是个蓝色，当然今天我们不会用到这个香槟色，特别的有意思啊，就颗粒细的或者是颗粒大的都可以作为提亮哈。你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看到没有？你要有一个狗鼻子的感觉，看到吗？就是很亮很亮很亮。如果你要是觉得香槟色颜色比较深的话，你可以再加一个其他的，这种是膏状的也可以啊。 OK， 然后现在你需要一点点散粉，把你的油光遮一遮，留下这个特别亮的狗鼻子，眉毛这个地方一定要遮一下。好，口红的话我觉得可以放肆一点咯，对不对？看凤姐，这里除了没有黑色的，你们感觉呢？咖啡色了吧？口味有点太重了。又觉得有点重是吗？别的，这只试试啊，好看，马上有劲儿。
是不是有一首歌叫《我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》？你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。这个颜色是对的 ，finally， 对了，是不是？嗯，有的时候你看见没有，就算是静姐，你也需要试一下。哎呀，这些颜色你也要试一试哦。太嗨了，我告诉你，取悦自己很重要。就算你不够胆把它化了走出去，你在家里面一定要取悦自己。你有没有腮红啊？大家注意啊，不要腮红啊，只要脸特别干净就行，好不好？今天这个夜战啊，夜战就是晚上要 party 要出去要在网上，就特别合适这样的妆。就白天当然这个妆是有点过了，但是晚上就怕你不过，因为你抢不到戏了，一定要做一个戏精，好吧？今天的妆就到这里了哟，希望可以和你分享，不然你们画了也在我微博下面给我留一下，我看看你们画的怎么样，我也学习一下，说不定下面有高手。 OK， 晚安。